来啊，我们开放 call in 哈，来第一位是台南的李先生，李先六，李先。哈，大胜战你来。哎、欸，你好。中国时报啦，联合报啊，你报个遐大，准备要大强哦、喔，结果今嘛拢丢伊啊。哎哎哎。从这点就可以知道他们知道自己理屈了哈、喔。嗯嗯。啊，这项代志我感觉讲哦、喔，这是国民党内底有迄猪八戒咧出主意的啦。嘿。哦、喔，啊，这个人选我看大家慢慢来摇得出来哈、喔。嗯。我感觉讲哦、喔，伊国民党是足无出息，伊看迄、那个顶位迄个阿扁迄个。检察官洪达接个呢，当场崩溃啊，跪在土下呢。伊想讲，我来要来接接接这个侯宽仁，结果侯宽仁一笑置之，对不？但是我感觉侯宽仁伊原来有一点咎由自取。我讲，这件代志本来足简单嘛，你就是把公款囥在家己落地下来，搁去遐报税，搁跳老婆啊。嗯。这属于贪污罪，不是吗？是。啊，是安怎？那不管怎么，我看无啥，我到底是咧甲过多一条罪啦，让伊这么咧舞来换来换啊，变来变去啊呢。是。我感觉讲。是不是国人已经和这个代志模糊起来？焦点模糊起来，你贪污的贪污，你不该变什么诈欺啦？就诈财啊！下面小职员的迄个证词啊，有遐重要吗？是好，李先生，你讲了真好，事情不容模糊，其实迄种枝枝节节嘛。上重要就是讲，伊公款甲迄个那兄弟，啊，为了太太，啊，甲报做财产，伊、啊、的本质是安尼嘛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新竹的吴先生，吴先六，吴先生啊，你好，同意哈。啊，所以那边大家好哈。你好，我有几点嘛哈，向大家报告哈。第一点是要拜托这何教授哈，讲话哈，就爱讲正，让大家哈再尊重你。嗯。哈。哦啊，第二点是讲哈，这何宽仁哈，伊这个哈，伊这检察官啊，佮很怀疑哈，我相信哦，台湾敢也佮有一个司法。嗯。哦，啊，佮一个。马英九哈，你也想看嘛？以前迄个选市长的时阵，就讲无爱做，无爱做。即卖哈，即卖想要做总统，已经想法差不多啊，刚个排练还没掉干嘛啦？哈，啊，国民党伊即卖哈，那么选到总统哈，伊50年来，哦，伊所有种种的哈，种所谓乌的钱哈，无得搁再乌啊。对，啊，你变哪？你当然是有这款心态，一定要提啊，就无论如何，对不对？你当选遐多，你提袂到，无可能吧？对不对？就是咱台湾要有志气，要有骨气，一定要提出勇气出来，好，一定要支持，好，支持咱对的，才选对的。好，啊，个迄个庄议员，庄立伟哈，哈，我拜托你，你甲党个讲哈，咱讲个党个唔能分裂，啊，唔通乌白哈，乌白出来暴露，哈，你有啥物代志啊？带党来哈，大家协调。好，唔通看无就对啦。好，你像迄个像即摆做迄个，迄个啥？甲陈水扁去迄个陆委会啥物？台基会迄个啊。好，你来看，安尼红安尼讲安尼，真正咱有这么简单无？是。那咱全人是咧是分裂啊。安尼吼，啊马英九吼，伊就是吼。公主高片一直是伪君主啦。多谢哈，吴先生多谢。来啊，瑞芳的严先生，严先六，严先。喂，洪宇你好。你好，严先。其实我今天能打进去，我很高兴哈。嘿嘿。那我觉得，我老婆跟我讲一句话哈，她说你比她还重要了哈。我想这么多年下来哈，我看你的节目，我今天有两件事情要报告哈。嘿。第一样代志的是关于特别费了哈，其实我已经忍了很久哈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长。那觉得全台湾329乡镇市啊，其实特别费依我们瑞芳来说哈，乡镇大概都一个首长大概才2万1左右了哈，其实根本不足了，我们都不够用了哈。是你像啊，他审计法也规定说，我们乡镇市不能编哈其他的预算来。譬如说，包含雄医组织都不能编列，晚年也不行，共党比赛。所以我感觉我台北市，像我使用50000口呢，结果台北市200000口，伊170000我都用到村。那我觉得庄议员他真的要好好去查一下台北市的预算是怎么编的了。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很大的问题啊，要不然怎么可能还用的会剩下来？都不可能嘛。你可以问全台湾这边乡镇市长，看行政特别会看告用。而且你讲这公道啊，你讲这公道啊，对哦，这是第一行啊，第二行。第二件事情哈，我觉得说你们今天在问说谁在制造仇恨哈，我记得在上礼拜四或礼拜五的左右哈，你们讨论阿扁啊听贵铁油端这个书代志了哈，这个说法，我觉得前言跟后语哈，我们没有把它连贯播出来了。可是如果在同那一天哈，还是前一天我忘了，马英九在台中 long stay 的时候，他讲的，他用他的那种表情跟他的口气，一讲一段话，结果拢无人去讨论，我今天一定要在大话秀里面讲出来。